这个华林让我谈这个那本书，然后这小平也是说什么书发了，我说我书不太好谈，我谈腐败吧，然后谈这问题。就今天就这个，我想多说两句。嗯，有一个先呼应一下，我跟盛平也感觉差不多。25年前，我在下邳东方中心举办一个64两周年的一个研讨会，请和平去了。25岁一小孩，现在正好50岁了，这是我的感觉。真是的，我们要下邳，我们第一次见，然后啊，在下邳见，在新加坡我们再见，在他纽约见，然后在这个洛杉矶我们这些年，确实他的文章我都看，过去的每篇文章我的有思想的火花，思想闪电，这么说，但确实没有这么成型东西。说这样我同意这个声明的。这篇文章看完之后，我确实说句夸的话震撼，说句话说句哎低的话认同，好吧？你愿意选哪个词儿可以，其实是这样。所以我说什么，你们两位让我谈，我是不想谈他说，不想谈这个事情，这第一点。第二，我就呼应刚才安妮讲这个，最后从就是中国的学者孙立平、吴石、这个秦晖，也从那评价很多了，也在同意崩溃啊、谴责。但都一点，只是中国本身的评价对中国腐败评价。但是和平这里呢，除了对中国腐败评价之外，还有对世界的影响。我这点是跟前面提到三个我们都比较认同的，在国内比较独立思想的学者的看法也不一样。我觉得这是和平这点，我觉得应该引起我注意的。我希望引大家注意一点，就是他们只谈国内什么什么腐败、什么溃败、什么潜规则，可是和平提到了一个这点，就像刚才说的。过去每次到国会的，他说：“你们救救中国吧，就是救救孩子吧。”他现在是到国会说了：“你们救救你自己吧。”我是通俗讲啊，到国会讲。没有讲，就是我说我在这里发一个警报。对我的意思呢，过去哎，不管我们那些人，我当时就是在法国巴黎，我组织各种那个街头集会啊，法国的参院呐、总统委员会，我们都讲话，都以说是一个思想，就救救中国吧。现在他重新说这句话，也救救你们自己吧。我觉得这点。我觉得就给我启发，我觉得这点比较有意义，在这种我的感觉啊，这个关于腐败问题，20年前我在新加坡，李光耀写的文章，我写2万字的一个文章，100多个注解，就给新加坡的政府做咨询，他们给中国建议，当时中国腐败情况很严重了，已经，我全部是这样，但现在确实也20年前那没法比了，你说，在中国是5个层级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。乡5层级，还加一层级之外的政权之外的村，这6级腐败什么地方？只要一村长被腐败，从政府方面讲，国家级，我连着比，部、局、处、科，还能连科都不是5+1的科员都可以腐败什么地步？老百姓恨上面的腐败，但他恨下面的腐败，每个人都接触那些不是官叫吏了，是僚了，官吏僚，中国三个官员，那些小吏们。放手于他们恨他们，到这个腐败这种地步，但同时又到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人人骂腐败，人人想腐败，谁认识个什么小官小东西都想找官长，就是腐败到这种程度了。我说第二个观点，这里有政治学的博士后，还有几个博士前，是吧？我往谈看法，政治学讲，我不对你们分析，社会分三种形态：集权社会、威权社会、民主社会。我简单说。既然社会政治经济全管了，因此呢，腐败不太容易发生，因为它是产品经济、计划经济，是无价吊锅，你知道？政治权力不容易转换经济权力，经济没权力。我这个厂长，我薪效再好，我100工资17亿，我手里100工资到头了，最多上一个评一个模范。他政治经济全管了，他对政治权力不容易转换经济权力。民主社会我们知道了，民主社会全放开了，容易有点少腐败。容易纠正，我咱们很少。这个威权社会，我瞎说了，我是总结的，政治管住，经济放开，因此政治权力就必然要寻租经济权力，因此必然腐败。举例子，民主化的前民国，我想中华民国，不管是台湾的大陆腐败很程度，咱我去过，我在南韩有一个总统算总统，都可以判死刑的，就南韩那个民主前总统，咱们知道吧？有一个腐败一个。印尼苏拉托家族腐败什么程度？马克思，菲律宾马克思，地下族。所以我觉得，
是威权社会，就中国这个道讲讲的腐败或避免，就现在中国社会的威权社会，我觉得是威权社会，必然腐败，政治权力控制资本阶级，然后必然经济放开了，基本放开了吧，即使不放开了，垄断企业，他们当然拿着中国享受部级待遇，但是拿着几百万的过去几千万的现在限他们去工资，就腐败的，我说是必然腐败这个情况，但是所以我说，但是因为南韩、菲律宾太小的国家，它也可能产生菲律宾病毒、中华民国病毒，是太小了。因为现在中国情况，就所谓中国病毒特殊在这儿，它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，军事不说，排第一也是靠钱的，它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和世界最大的市场，世界五百强基本都在里面。我的女儿人在美中贸易协会，美国二百个大企业全在那，每次来不管是谁来，这次据说还有那个习近平还想演说，是王岐山，谁来都到他那美中贸易协会演说去，对吧？这样的企业整天就跟他们就咨询听中国政策，中国怎么钻空怎么办。我认识的很多包办子弟都在中国给当买办，随便说吧，比如空军一位政委的还是给那个黑石吧最大的私募，我都不知道，对对对，对吧？这你知道，高精炼吧，对，那你知道行了，我不说了，对吧？这是几个典型例子，比如咱们知道黄国昌原来给谁干，你知道吧？不，就这些都需要找这个第一线的，这种情况黄国昌给谁干？原来多缺啊，是那你很早了，很早，我是早，我是早，别提现在例子，现在例子，对，那时候当年。15年前吧，比如说都是呀，二十年对吧？怎么怎么着？对，肯定是啊。我要是中国办个美国办个鞋，我中国我也找我哥们儿来办个朋友鞋，我找个平民子弟干嘛呀？他跟我跑个腿儿，这就这种情况摆在现在这时候了。是世界普遍问题，威权社会都有，但太小了。你菲律宾，你说有菲律宾病毒，它最多影响到哪儿啊？你看印尼到头了，亚洲、东亚都出不去，中国太大了，没办法。是有正式的，我就是这个改革，咱们看过当年去的时候，去的时候台商就比所有香港商人先去最好，然后台湾比香港还有本事，然后现在日本人也去学会儿，就是经济学的劣币驱逐良币，没问题，就是你们刚总结的关系比这个整个好，而这条确实是到这儿的。另外我跟不同看法，就是我认为人性，我制度决定论者，我不从人性论者。人性我总结三句话：趋利避害，善恶并存，千古不变。人类文明近万年，中华文明近五千年，是3700年好，没有本质的变化，没有管制，没有觉悟提高。你从例子讲，斯坦福囚徒实验，现在有电影了，就是一个教授和一些研究生们去做，一半做囚徒，一半做狱卒。过段时间之后，狱卒就开始横了，囚徒开始老实了。太太一去看教授，教授你都自己都变坏了，你都赶紧实验停止了，知道？电击实验让两部分人，我电击你，你回答问题，压一等于几？等于二，会电击你。你答慢了，我电击你，然后模拟喊叫。过段时间之后，你答对了，我还就对面惩罚人。这种所以我觉得制度有问题。纳粹德国经过比日本，咱们现在70年了，他们的所有的恶行，但制度一变之后，你看现在到日本人就看了，就是一代人呢，就是当年的纳粹的士兵，当年的日本的皇军，20岁的人到4岁5岁，他们变得一般的出来，大部分出来公民良民守纪律 nice 人了，就是制度决定。我觉得在制度面前，人性说粗话，狗屁不是。对不起，跟你叫什么样了？我观点不一样了。不管中国文化什么文化，我先回来过，中75%、43%是华人，台湾都去过，100%是华人，香港去过，制度一变，都是顺民，不像中国说那个暴民什么的，什么就是制度决定的。可是现在中国制度，在制度什么呢？不是中国共产制度，是整个全部的制度一样。产生了歌德，产生了黑格尔的德国，就可以开枪向爬墙的人开枪，
七幺三四五那种，或者说奥地利文的国家，到共产制度之后就可以七幺三四五 number one， 七幺三四八 number two， 他儿子小七幺三就共产书记。所有的古巴就南美都是浪漫的国家，也可以一个人就可以一辈子当头。他儿子不行，那他没弟弟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个制度。还有，所以我总结到这就说，最后我觉得和平这个意义在这儿，他现在在侵蚀着、腐蚀着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普世原则。虽然老百姓极易没有关系，但是这200强、500强这企业家们，咱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么样，三种报纸是吧？《纽约时报》资本看的。《华尔街日报》，这是资本家看的，他们就是美国的政治社会，《环球邮报》政治家看的，那个说实在影响其实那个就他们智库里的，《华尔街日报》这些200强，它影响美国社会发展方向。所以我觉得在现在情况下，把中国病毒看得重一些有好处。现在我就最后的话就是，不是现在需要救中国的时候了，需要救世界的，救世界的普世那个世界价值了，这些价值在中国全部荡然无存了。真的，我的背景都知道，我不恨共产党，现在我恨共产党，恨什么呢？我恨什么呢？把整个中国的3代人、4代人，全部就倒个，从老太太开始，坏人变老了开始讹诈，到小孩4岁小孩，你长大想干嘛？共产党贪官，这电视照的，幼儿园的小孩回家去，到周星期了抱了妈妈腿就不去幼儿园了，一到幼儿园了，哎呦阿姨我想死你了，我这两天我都过得不好，小孩到这种就开始撒谎骗人，真的服了。我们家我说我六岁，我说我妈18岁养全是共产党人，是吧？我的党龄25岁25年，你看这两个我回头游是吧，全是这种东西。但是他别的当然我也恨他们把这个抓起来，但是真的这13亿人，我回去之后真的农民一翻了车墙了，我天天看那个教练访谈，这中国电视，我为这些伤心苦恼，然后就整个没有一片绿洲了。最好的是科学院的院士们干坏事，西林的工程师学校怎么坏，是吧？那个郑渊洁孩子就不让上学了，上学之后就拍马屁，然后就说假话，都是这什么人呢？你说这个属于白衣什么天使，那你护校前。这周围没有一片绿洲，没有一，但这我最痛心的地方是这样。假如说我不喊着共产党打了共产党，我恨，但这恨就恨这13亿人，这几代人就好了。军国主义、纳粹好办，制度一变，像德国好变，但这种人心就变坏之后，就长时间的，就心灵的，不是几个心灵鸡汤的，就我说这，所以我想就说就是说，就这老朋友了。我们俩吵架了，开玩笑，我没夸过他这些年，这是我20年第一次夸你，真的，我觉得就中国病毒这个问题。我到底夸奖不是夸？哎呦，什么？什么晚了？晚了。哦，20年前。二十五年前，你25小孩的时候。